我们今天准备回去喽。今天贵阳的温度才18度，冷飕飕的，凉飕飕的。哎，凉不凉？一早起来就待不住了，想出去玩。可能抱你到这个窗户边看一下外面，一会儿我们就回家了，坐高铁回家了。走了，我们要去坐高铁喽。走不走？又不想回家不好。好玩吗？小雨，我们回家喽。买的是这边的这个高铁站的票，那边百站的话，它到等我们到柳州的话，都已经到晚上了。小姨就不跟我们去了，小姨她明天又要上课了。我这个票都是抢的，提前半个月抢的，这个、票太难抢了，太难买了，不然早就可以回家了，是不是？出发了，我们上车了。现在隧道里面，隧道里面黑黑的。好了吗？哎呀，这里面是谁？磨牙了，磨牙棒，好不好吃？磨牙饼干，哎呀！这小家伙终于睡着了。上了车之后玩了好久，刚刚有点闹瞌睡，就在那里嗯嗯嗯的叫，然后抱他在那个过道那里去走了两圈之后就睡着了。下一站就是桂林了，到了桂林就很近了。睡醒喽，刘小雨，你睡醒了？睡够了没有？睡了一个半小时，快了，还有半个小时我们就到家了。小雨跟我媳妇啊，那个去贵州已经玩有一个月了啊，现在今天回来了，大家都很想他啊，那个。我也很想他，爷爷奶奶都很想他，他好久不见了都。终于回来了，走了，我们去火车站接他啊。他坐那个高铁过来的话，应该现在差不多到了。我到那里应该差不多到了，走，出发啊。好堵啊，今天啊，不是学生开学了。Hello。小雨，累不累哈、啊？我是谁呀、啊？还认识吗？你在反应一下吗？累不累？困没有、啊？热了，我还没来得及给他换衣服。上车行吗？我们那里太冷了。爸爸抱你哦，我们回去洗澡了，换衣服啊、哦，太热了。我刚刚还脱了一件外套，我来不及给他换。这里太热了是吗？我们那边太冷了，我在那边都好冷，我没带外套去，我冷死了在那边。贵阳冷。他是反应一下。他看你那个眼神太搞笑了。那似曾相识。走了，我们先回去了。去找奶奶爷爷了。哎呦，今天好堵啊！一路堵过来。学生开学了，你表哥也要去学校了。你要偷偷瞄我一眼。人家都说他好乖呀、啊，在上面都不吵闹。很乖了是吗？我都出来玩，你都好像晒黑了，小雨啊，你在贵州怎么会晒黑呢？好了，回去了啊、哦。热不热啊你？多了是吗？我们回去了，这里好热的哦。去看一下，你还要爷爷奶奶抱吗？没有外婆那里凉快喽。外婆那里是冷呢，今天。想爷爷没有呢？想不想？想没有？在笑，迷之微笑，你这是？怎
妹可以跟爷爷玩了，爷爷带你去闹闹喽。在家里面就是整天都要小姨抱着去闹闹去玩。现在村里面都大病样了，晒得黑黑的。还认得爷爷吗？这个爷爷，奶奶，爷爷还来了呀？还认得爷爷吗？看奶奶呀！你不认得爷爷，不认得奶奶了啊？奶奶爸爸，难搞哦！你让爷爷抱，让爷爷抱吗？爷爷抱。哦，爷爷抱！哦，快乐一个人不用等了。那么我他又认得啊。什么奶奶抱啊？难搞哦。不怕啊、哦？你现在都不认识了，谁都不认识了。这是我们家了。小小雨回来了。爷爷抱你呀、啊！来搞了，要全部要熟悉一段时间啊！要跟小鱼呀、啊，要跟小鱼。哦，看到这个想起来没有？哎，来这里的玩具啊！嗯。难搞哦，又要重新认识一下啊！爷爷抱，爷爷抱，爷爷抱，嗯，爷爷抱。去玩了，哎，去哪哪哪一个回来了？还有一个去读书了，嗯，去吗？啊，还有一个去读书了不？去吗？爷爷抱吗？爷爷抱去哪哪啊？他嘞？老爸都不能得了，刚才还给抱的啊，怎么现在不给了嘞？来，请妈妈也吃啊。饿了是没？我等一下吃饱先哦。要熟悉一下，还那次回去也是一个不要抱。爸爸，爸爸抱你啊！爸爸，爸爸，去呀！老高哦，老爸也不要抱哦，过来呀，爸爸呀！哎，难搞咯，要全部熟悉一段时间咯，不要抱咯。啊，先吃饭先啊。你是暂时性失忆是吗？要回忆一下是吧？回忆一下这里是哪里是吧？是爷爷啊，爷爷今天带你去捞捞了不？你都不记得了啊？回一下神啊，回一下神就可以了哦，是吧？跟小姨的时候，只要小姨说我要去玩了，她要跟小姨，我抱过来都不可以，肯定要跟小姨去玩。对，要玩小姨抱出去玩。哎，这是你的玩具啊，你都不记得了、啊。你楼上还有不？爷爷。嗯。爷爷抱不得喽啊！你以前最喜欢跟爷爷玩的不？还来了，还来了。这抱一圈回来又哭了呢，难搞哦。还来了。这几天又要交流感情了。他喜欢，拿点大一点的哦。他不爱吞的吧？慢慢吃啊。有蚊子。嗯，好大个蚊子，怕吗？嗯，怕刺吗？嗯，想起来了哦，这是奶奶呀、啊。慢慢呢，咦，慢慢，吃饭啦。好吃哦。